我是更万年的男人，拜十年十一月二十号，瑞芳，瑞芳的用五八一圈哦，9:32出发的是，就沿线刚刷好圈的树林八车，就沿线刚刷好圈。然后第三月台正在工程，然后下面干嘛专门都丢我们那里，是1984，就沿线刚刷好的圈了。刚刚在讲嘛。